右手，中指啊，疼痛，僵硬，好像活动都差一点移位的感觉啊，病人啊，跟用力打，往上打那个腹部啊，打那腹部，用力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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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打的正常，就拳头出手打得痛，然后腹部是被打的症状啊，是病人啊，还在接打过下去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